好，我是秋韵的大侠。今天是周末，首先祝头条的友友周末快乐。哈哈，看我打了个的啊。今天的北京呢，阳光明媚啊，天气贼好。我现在你看，买了这个短袖帽衫，穿着这个外套，穿了个马甲，现在是大清早9点多钟，就已经热得不行了。我们现在啊，要去一个地方，你们猜干啥去？我去烫头去。为什么呢？我本来啊，跟我的亲家母约好的，我从平遥古城回来以后呢，我们俩呢准备一起烫头。我呢去了平遥古城待了几天，昨天我一过来，人家把头烫了，我好嫉妒啊。你说我们说好一起烫头的，我本来啊说烫头是到了年底烫，但是呢我发现啊，这个头现在这个后面这个脑瓜顶的这个地方啊，现在都，你要是不烫起来啊，它后面都是空的，非常不好看。我呢就想把这个头发啊，就这样稍微就是纹理一下啊，把它烫起来，这样呢我不是要准备要出门嘛，打理呢也就方便。嘿，我一看呢，我亲家呢，人家呢把头发长长的头发给烫上了。我这一下心里不平衡了。今天周末我跟我亲家说，我说你烫头了，我今天烫头你得陪着我。我今天呢我就拉上他陪我烫头去，咱们看看我亲家的头发烫得美不美。大家好，啊，这是我亲家，这是我亲家。哎呀，我们俩都是亲家，人家大家知道啊。你看我那亲家，人家当时他的头发是直发，后来呢把这两天人家把头发烫上了。哎，我一看那么洋气的，哎，一个大美女一个，又漂亮，又温柔啊，又善解人意，又善良，又会教育孩子。怎么样，我的亲家母是比我大啊，对我特别的关照。哎呀，每天早上有时起来给我煮个鸡蛋呀，熬点粥啊，啊，对我关怀备注啊。我的姐姐都没我亲家这么好。你的亲家好。哎呀，你好，这妹子不够格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所以呢，你的这一点你做的不好啊，你偷偷的烫头，你咱们说好的一起烫，你把头烫了，你让我这干呱呱的这头发，你说，就给我陪着我亲家烫。哎，对，我亲家说了，陪我去烫头去呢。其实啊，你不知道，烫头呢很着急，你说又得那个拿卷子，那个热气还得熏，啊，还要那个抹那个定型水，还得等，然后又得洗，哎，又得吹，啊，好麻烦。像我这短发啊，没有2个小时出不来。哎，你烫你那长发花了多长时间？亲家啊，你那烫了。2个多小时，3个小时。哎，你那长发怎么也得3-4个小时？快到4个小时。4个小时啊！我那亲家啊，以前是直发，他没烫，而且他的白头发呢，多。我没有白发啊，我就是这鬓角这有那么几根，啊，平时呢我也不弄，也看不出来。但是我亲家啊，白发多，他每次烫完以后呢，是不是还给你染一下？对，他的头发还给他染一下。那这次人家烫了这个头，人也漂亮了，头发也黑了。哎呀，我这昨天晚上一来我就生气了。开玩笑的啊，谢谢个亲家。哎，要夸的我。
能这么陪我去烫头瞧瞧我这小外孙藏的这个脚脚杖，我这小狗蛋呀，你藏的杖。我昨天别人给我照了一组相片，哎呀，照得非常好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头发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好，因为头发因为没有烫起来，它老是贴着头皮。尤其是后面的时候，这你看这后面这个地方都没有头发。我觉得啊，这个人上了年龄，我认为啊，无论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作为啊，如果像爱捯饬的人，一个头一个脚，我不知道大家认为我说的对不对啊，把鞋穿好了，把头发理顺了，这个人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呢，他就出来了。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，底下有一双，穿上一双好鞋，即使是一双零鞋，哎，我们也得把这个头得打理好啊，头发我们把它打理好弄顺了，这个人呢啊，整个人的这个气场就出来了。再加上呢，我们合理的搭配衣服还有自己的悟性啊，我觉得真的很重要。你看我买的这件小衫，这里面这个小衫啊才50多块钱，是个短件袖，然后我买了这么一个 PU 的衣服才100多。我发现啊，比我穿皮子的衣服啊感觉到还显得年轻，因为皮子的衣服可能是它是皮子，也许它厚，它想做出一个好的那个版型的衣服呢啊，皮子不好做。皮优的呢，可能是属于是人造的啊，它呢因为软，所以它呢做出来的这个衣服呢，版型呢，就时尚啊，尤其上了年龄的人啊，咱们不要说啊一个皮衣啊3000多4000多就好像上档次，不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龄啊，穿衣服啊，不在于说我们穿什么名牌了，说是大牌啊什么的，只要穿上舒服啊，穿上以后呢翘啊，再一个呢穿上呢显得年轻啊。你说现在像你像我买这个皮优，我穿3-4年没问题吧？你就算是你买一个皮子穿10年20年，你愿意穿吗？我家里那个皮夹克还有20年30年的，现在全部淘汰，放那根本不穿。它是皮子的，当时买的时候都是40005000，但是我们买一个皮优100多块钱，啊，穿上3年4年。我们把它送人，或者把它给亲戚啊什么的，或者我们扔掉，我们也不可惜。咱们主要穿了个啥呢？穿了个新鲜，我们时时都能穿新衣服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今天我亲家啊出去陪我烫头，我很感谢啊，感谢我的好亲家，感谢我的大姐啊，感谢我的妹妹。天哪，把头发都给绑起来了。头发你看，把头发都绑起来了啊。人呢就得想通点，是吧？活到老学到老，美到老秀到老。我尤其最爱做时装秀。我一做时装秀，我能年轻20岁。这次呢把头烫好，然后再把这个牙再安上待上一段时间，我就又要远行去了。世界那么大，我要去看看。好，今天视频做到这里，再见。